有关求职的常用英文绘画都蛮实用的啊。这一部分我们用四级讲完了，这四十二我先念一下啊，然后你自己看看什么意思，待会给我解释啊。I'll email you a copy of my resume. I would like some more information about a job opening. I'm putting a good word with the manager for you. I'll start job hunting next week. I'm calling to see if you receive my resume. I'm just doing temporary work until I find a permanent position. I'm looking for a higher paid position. I'm looking for a new job.I'm sorry, there is no longer a position available in this apartment. I've been out of work for so long. I've been searching for a job for months. Is the position still available? Is there an end of year bonus? Is your company currently recruiting? It pays minimum wage. It's a 9-to-5 office job.It's a very sought-after position. It's a wonderful opportunity. It's hard work, but it is very rewarding. Most candidates don't even get an interview. 好，我们看看什么意思啊。Email you a copy of my resume. Resume 是履历表。当然了，正式打起来，上面它范文过来有两个撇啊，但这边没有显示出来啊。他那个另外如果没有撇是 resume 当动词啊，就是继续啊，重新开始，就是我会寄给你 email 啊， email 是名词啊，电子邮件也可以当动词，寄出电子邮件啊，所以很多英文字啊它有好多个意思，而且或者是它可能有好几个词性啊，我会电邮啊，寄一份我的履历的副本给你。I would like some information about a job opening. 啊，我想要一些更多的资讯，我想进一步了解啊。About 是有关于啊这个空缺啊，职务的空缺啊，你有在应征人 opening 啊，我们第一集讲过，它本来是开阔的意思，可以当一个空地。那在求职的时候就是职务啊，工作的一个空缺。I'm putting a good word with the manager for you. 啊，我会给经理讲一些你的好话啊。Putting a good word， 我们片语啊，就习惯性这样用。Putting a good word 就讲好听的话，放一些好听的话啊，对这个经理啊去讲，我会帮在经理面前帮你多美言几句啊。I'll start job hunting next week. 下个礼拜啊，因为我们一般这个时间副词啊都放在后面啊，放在最后面。包括今天啦、啊、明天啦、啊、去年啦、啊、这时间啦、啊、可能是一个字，可能是好几个字啊。下个礼拜开始我就开始啊 ,start 开始，后面的动词习惯上加 ing 用分词啊。下礼拜我会开始找工作啊。Hunt 本来是搜寻去打猎啊。那 job hunting 就是去找工作，打猎工作啊，你不能讲打猎工作，就是啊去找一份工作。I'm calling to see if you receive my resume 啊，我打电话过来啊 ，call 本来是呼叫啊，叫喊啊，或叫人家也可以当打电话啊。这边是我打电话来看看你是不是啊 ，if 就是啊，这边也可以用 whether， 也可以用 if， 也可以，你是否收到我的履历表。I'm just doing temporary work until I find a permanent position. 就我现在正在做一个 temporary 是临时性的或暂时性的啊，当这边要讲临时性的工作。直到 until 是连接词啊，后面啊可以接一个子句，所谓的子句就是一个有一个动词啊，但是它是啊子句啊，它不是主要动词，主要动词是 doing 啊，也不是 am。be 动词后面有动词，它变成助动词啊。我正在做一份临时性的工作，直到啊，我找到一个 permanent， 就是长久的啊，固定的，或者它本来意思是永远啊，但工作没有说永远嘛，你会退休嘛，或者会转工作啊，直到我找到一个固定的工作。permanent 也可以当烫发的意思，烫头发。
I'm looking for a higher paid position. 啊，当这 position 你也可以用 job。Be looking for 就是找寻啊，这叫片语啊。我在找寻一个比较高的啊，这个 paid 是过去分词啊，它是动词，原形动词 pay 啊，过去分词当成形容词来用啊，比较高的啊，高收入的啊，薪水比较高的一个职位啊，你这边也可以用 job。I'm looking for a new job. 我正在找一个新的工作。I'm sorry, there's no longer a position available in this department. Department, 我们像常常讲百货公司啊 ，department store， 一般 department 就是部门的啊。啊，我很抱歉啊，当然有时候 sorry 是抱歉，有时候是遗憾。所以跟外国人讲话，如果他提到说啊，我父亲死掉了，或者我妈妈过世了，或者有这种比较。啊，这样的情况啊，通常外国人啊，啊，你要学他们啊，第一个先讲 I'm sorry， 啊，就是你习惯讲就我，但是不是抱歉啦，因为他父母死亡跟你没关系啊，就我很遗憾啊。啊，这边不再有 no longer 就不再有那个职位 available 就是现成的有空缺的啊，在这个部门，这个部门已经这个空缺没有了。I've been out of work for so long. So long 就是、啊、很久了。Out of work 就没有工作啊。Out of 有两个意思啊。啊，这个片语有两个意思啊。一个是从哪里出来，一个是用完了没有了啊。啊，我已经失业了啊，失业了很长的一段时间。I've been searching for a job for months. 啊，我找了一个工作已经好几个月啊，应该加 s 啊。所以加这个前面是死啊，发音是死啊，后面是 s， 那碰到这种怎么念呢？你不念 months 啊，这样太累，就哎这个死就不要念了啊。如果没有 s 就 month 啊，如果有 s 就 months 啊，这样就可以了。Is the position still available 啊？这个工作啊，这个职缺啊，啊这个职位啊，职务是不是啊仍然啊有效啊？是不是还有空缺的意思 ？Available 就是现成的啊可以取得的意思。Is there an end of year bonus? End of year 就是年终啊，年的尾巴啊。Bonus 奖金我们就讲年终奖金啊。你不要说这个年尾啊，年尾的红利啊，就是年终奖金的意思。Is the company currently recruiting? 啊 ，recruit 就是招募新人的意思啊。一般常看美剧啊，就他们征新兵啊，通常用在找这个新兵啊，新的军人啊。当然你一般找。也不一定啦，一般公司啊，反正就找新手的意思，找新人的意思。啊，你们公司是现在是不是还在招募新人呢 ？It pays minimum wage， 啊 ，minimum 就最低的啊，最高的、最大量的叫 maximum， 啊，最轻的、最小的、最低的叫 minimum， 啊，就是这个工作啊是付这个、基本，我们叫基本工资啊。It's a 9-to-5 office job，office 就是办公室的，就表示内勤啊。这是一个朝九晚五的一个内勤的工作，啊，就是不是外务员啦、啊，不必到外面东跑西跑。It's a very short apt position. Short 原形动词是 seek 啊，所以动词啊三态，现在是过去式、过去分词，有时候三个字一样，三个字不一样，有时候有两种写法，很复杂。这本来是 seek apt 啊，这边用 short apt 啊当形容词用，就是很多人追求的啊，这是一个啊大家都想来这个很火热啊，这个炙手可热的工作。It's a wonderful opportunity 啊，这是一个绝佳的一个工作机会啊，这工作千载难逢嘛。It's hard work, but it is very rewarding 啊，这工作确实很辛苦，但是 reward 就是报酬啊，得到什么代价啊，就是薪水很好。啊，比如说这个建筑工人呐、啊，比如说台湾那个台电公司啊，爬电线杆的，哇，这个怎么爬那么高？居高症很危险啊，触电哦。可是薪水动不动一个月超过10万啊，类似这样的情况。Most candidates don't even get an interview 啊，大部分的这个应征者啊连面试的机会都没有啊。Interview 是面试，也可以当名词，也可以当动词。Candidate 我们一般讲候选人了 啊。比如说政治上的候选人啊，立法委员啊，县市长、总统候选人，当那个应征职务的时候，也就是啊，也是候选人嘛啊，一集讲20个啊，这一集讲是